尤其那个叫做什么钟？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，最后汇集我得了一个消息，看山没有山。最后就是我们是对话，这个什么中文什么太中王千剑，宋代的话，这个叫什么中的什么台中一般中天台中天台中的东西啊，他传道侄子在念啊，看山吃山，这是什么普通人？你看这个山多高啊！对，这个高，这个山比那个山高。看山，看水，看水叫水晶没有？看，再看看，再境界一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。啊，我们打个电话跟会计师电话讲啊，我觉得说看山没有山。因为看山没有山，看水没有水，是旗子在动还是心在动？看看能不能成立，能成立，我们的天台中人跟他参几卡。哦，我是不错的。哎，刚刚看到后面，他一年时间还是后面还是当元首。哎，只要看到后面背景就好了，就透过你了，一定透过他身，不然的话你的力量透不了他身的，你也不要说我力量透他身，记住，哦，因为气神为气质算，大家都觉得全听说神为气质算，神什么人来领气，对不对？大家有矛盾，他自然而然，因为那个力量不够。第一个看上是山，山水是水，你看到它，你不知道。今天我们讲它了啊，它不是山，看它是它的。打一个字，要用情而下。看它是它，我就可以看上它，对不对？最后它哎，怎么打不出来了？看它还是它。出来了吧？我现在告诉你，看他没有他，哎呀！我可以表示给你看，我不然跟天堂中抢生意怎么行？对不对？这个三个境，这个四种境界，一种是普通的境界，一种是你看山有看他没有他，看山没有山嘛。像道子，你不要把它看得太多，你才能用到气机。他会感觉到有气机没有去，对不对？那看他还是他，还是他另外一件东西，就是静，这个就清净静里一样，常静常静常清净，对不对？那我就要看他没有他，那根本他什么都没有，那不是。我暂时这样看啊，绝对我是信口开河啊，没有什么证据。我觉得这种应该是这样子，所以有的时候聊聊天就有这个信息。那我真说的，你怎么知道？还有问题吗？